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湖南通道一年一度的道五粮歌会的活动现场。今天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，等下还会有更多好玩有趣的民俗活动，等下带大家去看一下。 这是侗族的牛排，这是跟那个琵琶差不多，是这样弹出来的。这个也是有讲究，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男女都会聚集在这个龙门山的山上面来对情歌，在我身后的就是男女对唱情歌。 大家看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往上面走，这些人都是来对歌的。哎呦，这边有很多人在斗鸟，那个是画眉鸟。 好啊，帅哥！好啊，好啊！给我来个专题的，准备好意思啊？哎呀，这个老人家虽然眼睛看不见不方便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上来，上来，美好的，美好的明天。你看你今天拿一辆笼子进来斗鸟了啊？去把哪里来的？ 地马，哦，地马，哦，就是他们养啊。这是侗族传统的制作方式。 做出来之后的动静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家看这个动静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的缓慢，跟越是复杂的图案就做的越慢。哎呀，这拿回来的啊！哎呀，弄完了。 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刚刚织好的，非常漂亮，它们的图案非常好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轩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